你以为这种水晶能养兰花吗？其实金子兰、石斛兰、蝴蝶兰都能用。兰花用了它，根状开花多；金子兰用了，纹路更清晰；石斛兰用了，新根爬满砧木；蝴蝶兰叶片长更多。其实它就是保花助花，提高发芽力，增加有益金的兰陵黄。这样一瓶盖就能兑两斤金水，直接浇灌传株，七天用一次，这样连续使用，您就会看到越长越好了。所以每次给它们浇灌，我都不会少了兰陵黄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可以点左下方小黄车看看。